气势磅礴，又干净利落。方小我比起以前，确实有了太大的进步。他真是一个怪才啊！没想到，他竟然已经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了。 贝多芬第五钢琴协奏曲被誉为无可争议的协奏曲之王，没想到第一次登台，小欧就演奏这么高难度的曲，又是和如此成熟的乐团，难免会有些紧张。但是我相信。 小欧，你一定可以。贝多芬一生共创作了5首钢琴协奏曲，这是最为宏大的一生，也是最后一生。难道？ 这也是小窝的最后一次演奏吗？以后我就叫你李真言。 我也想跟秦霜一样啊，在同一个舞台上面，那一束光打在你的身上，然后我就在你旁边弹琴，就像我平时四十五连弹一样，我就在你旁边看着你，可比后台看得清楚多了。为什么你总是走那么快？我一直都是在后面看着你的背影，我一直都想追上你，可是总觉得我们之间有距离。 不好意思，李先生，方小姐不想见你。谢谢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觉得一切都完了？
这才是方小无和他的琴声，阳光、自由，充满着对音乐的热情。就是因为这样的你太优秀了，所以我才会总是不忍不住把你推向更好的舞台。第一天听到你的琴声，我就知道，你的琴声是能给人带来幸福的，纯粹的幸福。 是一直想跟我合奏那首，现在咱们回去，我跟你一起弹。没必要了，我已经不想跟你在一起弹钢琴了，不想再为了弹钢琴而弹钢琴。你不要再逼我了，我已经说过了，我已经没有信心再跟你一起弹钢琴了。 那一次跟费大师的演出，已经是我最完美的琴声了，再也弹不出来了。可是你才刚刚踏上你的音乐道路，怎么会弹不出来呢？因为我不想喜欢你，我不想因为喜欢你，我自己在那儿偷偷受气，那种感觉我再也不想要了。幸福到达过山顶。 我们被风吹乱了的笑容。我选这一台，你弹这一台。这不是我想要的合奏。我现在就想跟你合奏莫扎特双钢琴奏鸣曲 K448，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合奏的曲子。我现在已经不是以前的我了，我变了。 用你的心感受音乐，投入进去。没用的。有我在，跟着我的节奏，慢慢来。很好啊，就这样，继续弹下去。我真的可以吗？你可以，我知道你一定可以。 记得我们第一次合奏吗？当时你的脸上满是笑容，虽然弹得乱七八糟，但却处处充满着力量。那次的合奏，是我最最特别的演出。真的吗？可现在的我，好像没有力量，只有乱七八糟。笑容就是你的力量啊！那个傻乎乎的，只知道开心的方小窝。 可以把琴键变成水流，变成丝绸，可以让全世界都听到你的声音。小窝，我知道你之前很痛苦，可正因为痛苦，快乐才显得更加珍贵。想想我们自由自在的大学生活，还有在S团里经历过的欢笑和泪水。
我们的每一个朋友都坚信你会成为很棒的钢琴家，或者想想我们。我想不起来。好，那就想想你自己，想想你最幸福的时刻。我才不要想起你。这么说，你最幸福的时刻有我？有你啊，而且都是你。不全是我，还有你自己，因为这是我们的合作，也是我们两个人最幸福的时刻。这个是你传的吗？对啊，不是我还能是谁啊？哎，你看，看点弹幕还说求博主上传一下音乐资源呢。这个歌怎么这么好听？都说你唱得好呢。你怎么想的？你怎么就想上传这个了？因为我觉得这么好听的歌，如果只有我们两个人听到的话，那不就太可惜了。相比于我来唱这首歌来说，我更希望的是大家可以听到这个歌曲的本身，这样我们的真心也可以传递到全世界。燕燕，你知道吗？其实你真的带给我很多的勇气，有的时候已经多到了让我不会害怕去面对全世界的事情。希望我对你来说也是这么一个存在，这样我们在一起就天下无敌。谢谢，谢谢采薇。谢谢燕燕。